術家堂，我記得招每個堂會出20人咧，咁啊有1000人參加。如果夠1000人參加咧，我下年又可以嚟同大家分享。如果唔夠1000人參加，可能下季炒我啲行業，所以大家記住要支持下。好，跟住咧，我介紹下啦。播到肯定都有啲低知會知道啦。我哋即係同播到成日教中心有個 mascot， 即係一個image 叫菲菲。咁呢一個咧，我哋今屆播到肯嗰個嘅 logo。咁你問佢叫咩名？知唔知？嗱，我俾啲 hint 啊。中文咧，佢叫暴飛，叫暴行臭虎，佢叫暴飛。咁啊，諗到英文係叫乜嘢？差唔多啦，算啦，叫暴飛，暴飛，即係好似你希望啲弟兄姊妹去呢個參加一個所有嘅，即係弟兄參加呢個活動咧，可以識到好爆啲暴飛咁樣，或者識爆爆滿滿。我今屆嘅口號咧，其實就係幫到齊飛，同心獻上 ，Let's be faithful 啊！咁呢度你睇到成同教育中心咧，其實佢就啱啱喺上年咧，我哋就買咗新嘅機子。咁呢機子除咗係一個成同教育中心咧，星期日都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教會，即係有聚會。而呢個聚會點咧，就會將會成為我哋澳門國奧聯會嘅第3嘅成功機子。所以其實喺澳門咧，好重要嘅地方嚟。咁你見到佢 setting 啦，即係啲嘢都係好 detail 嘅。咁你見到呢個強調咗個 love， 因為咧其實我哋搞嗰個辦學嘅宗旨係點樣咧？為咗同澳門嘅居民咧建立一個關係，就係將耶穌基督嘅愛 deliver 俾佢哋，即係咁樣嘅愛係一個關係。咁呢個咧，你睇落去一個禮堂嘅平時一至五咧係一個課室，去到星期日即係同咗團契聚會有崇拜，就係佢哋 set 嘅一個教會。所以你見到個十字架喺度，咁呢個有幾房啦？好，咁啊精彩啦！究竟搞完咁大嘅課道行係啲咩嚟咧？咁就係其實喺今年11月25日有一個咧大型嘅一齊嘅一個運籌款，咁一個開幕禮，個開幕嘅行係就係喺過渡書院。咁今年咧我哋有兩條路線嘅，嗱健健康康嘅頂姊妹咧可以參加紅色嗰條家庭線，精精神神、精力充沛嗰啲咧可以參加藍色嗰條咧健行線。咁啊，平均都係行2個鐘頭，咁啊一齊可以啲弟兄姊妹一齊行。詳細嘅我就唔多講，因為我帶啲 leaflet 俾大家，咁啊有呢一個嘅內容喺度，我哋睇下就得㗎啦。好，頭先你聽到啦，我哋喺網上搞咗一段片啦，或者了解下大概聽過過渡人係啲乜嘢。咁我想最大家為咗一班過渡人籌備，最想希望你記住3件事。第一就係咧有個 page。叫做播到行動心齊飛啊！即係靠大家咧，要幫手 like 咗佢，因為 like 咗之後咧，你會有好多 update 嘅資訊喺呢個 page 裏邊。有啲你唔明我講一嚿嚿嗰啲嘢咧，你可以喺呢度得到一個好清晰嘅信息啊！所以嗱，依家攞手機 like 咗呢個 page。咁當然啦，我哋講一定係喺即係11月25日播到書院見。咁最後咧，你啦，好嘅。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哋真係啊好有心支持播到成交呢件咁即係咁有意義嘅播到啊，11月25日咁啱你哋唔得閒，咁啱你哋已經 like 咗呢個 Facebook 呢個 page 咧，咁我哋做一樣嘢，今日咧我哋就拎嚟一個好靚嘅一個鋪順套，咁正面咧你見到係一啲即係啲澳門嘅一啲特色嘅嘢啦，咁我講嘅飛機公仔啦，另外呢邊咧即係有個字嘅，即係叫 Let's be faithful 嘅，咁呢個咧今日唔抵啦。嘢都咁抵嘅，一個咧就係賣50元，兩個咧就係賣100元咁樣啦。咁所有嘅收益，所有嘅嘢我都係擺翻落去個個差嘅裏邊。咁依家你想有揀啊，睇啲質地怪組合嘅咧，可以喺你後面嗰度咧就幫幫手支持下佢。咁啊，最後一次我分享差。